今天老板不在，我们来个沉浸式吃香辣猪脆骨。我记得我好像才花了20几，他居然发了12袋。商家是搞慈善的吧？没毛病啊！哇，看这猪脆骨那么大一个，裹满了佐料。哇！谁呀？干嘛呀？老板不在，你们这么放肆！你还说我？啊！真的又辣又过瘾，你们听着声。要不是上班，我都想整点小酒了。大哥，空腹能吃早饭吗？啊，当然不能啊！啊，你吃点辣的垫垫，来，给你几包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辣呀？谁呀？天天给假花浇水。人才。嗯，老板不在的第二天，家人们，今天整个硬货。手撕椒麻鸡，嚯，一整只鸡哎！哇、哦，看看这色泽，哇、哦！来，快乐水满上。今天那个苍老牛后面要开虐了。哎呀，他们俩好好谈恋爱不行吗？你们是在说悄悄话吗？苍老牛那么好看吗？怎么全公司女生都在追啊 ？Cheers！ 哈哈。没毛病啊，先来个腿。哇，给各位表演个绝活，一口吃鸡腿，直接脱骨的，这太爽了，肉麻肉麻，贼入味啊！你吃啥呢？这么香啊？手撕椒麻鸡呀、啊！啊，来来来，给你个腿儿，给你个腿儿，来给你个腿儿，来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嗯，好吃哎，怎么把链接发给我？那你个人在这儿吃？那要你来拍吧，要不你来，你来，不不不，他们肯定哎，我减肥，哎呀，拜拜，哈，真是，女生真是，明明很瘦了还要减肥，哼，吃美食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，剩下的。咱们还可以撕着吃。哎呦呵，哟，哎呦，他鸡肚子里居然还有鸡爪！哇，怪不得那么入味啊！我的天哪，全是花椒。这鸡胸肉也好吃，好嫩啊，一点都不柴。憋不住，憋不住，借我点纸，借我点纸，别干！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要抢我鸡呢。刚才他那个录下来了吗？一会儿发公司大群啊！中日韩直播特色，韩国。안녕하세요왕다허입니다우리는두귀와김치예요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い。中国。嘿，不就害臊？哼。混合饮料，润润喉。今天我们吃肖三婆手撕烤兔，就馋这一口啊！哎呦，你看这兔腿，想不想吃？想不想吃？哎，想不想吃？嗯，大梅，
马西索。开袋即食，又香又辣，好吃到舔手指头的神仙肉肉零食。首先是谭半爷家的香辣鸭头，我觉得比熟食店卖的还要好吃。看看这色泽，每个都是先卤后炒的，超级入味，越做越香。我每次都会先把鸭脑吃掉，剩下的边啃边追剧，那叫一个美呀！还有，在40度的夏天，谁能拒绝得了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无骨鸡爪呢？脱骨侠家的，49块钱整整两大斤，他家算是我吃过比较好吃的味道，不会很甜，冰冰凉凉，酸酸辣辣，天热没胃口时吃，简直太爽了！我一口气就能炫2斤。最后，家里养过兔子的请回避一下，这个萧三婆家的兔腿简直是太香了。哎，怎么那么像牛蛙？不得不说，四川人做兔子是真的有一手，鲜香麻辣，每一丝肉都超级入味，开袋即食，和川菜馆卖的一样好吃。那些说怎么可以吃兔兔的人，真的会错过一道人间美味吗？哎，来孩子，吃鸡腿儿。这个鸡腿怎么长这个样子？好吃哎，就是跟我之前看的不一样啊。哎呦，我搞错了，这是兔腿啊。什么？怎么可以吃兔兔兔那么可爱？兔兔怎么了？兔兔多香啊！肉质紧实，麻辣鲜香，丝丝入味，不要太过瘾哦。哎，你不懂，不吃给我。哎，再让我尝一口，真香！哎呀，来看看同事们的零食。看，韩姐正吃着呢。哎，你最喜欢吃什么零食啊？这个啊，我最喜欢的贵州土豆片。这啥包装啊？你别看这玩意儿丑，很好吃的。你尝尝，你尝尝，怎么样？很脆很香，对吧？有点辣。可以，有点上头。是，我也觉得好香。好了，是我的了。宋小千阳，韩姐零食。来，狗狗，你平时喜欢吃什么零食啊？那必须是辣条了。这个臭干子贼好吃，我给你撕一包。来，尝尝。哇，哎呦，一整片，我的妈呀！是小时候的那种味道。对吧？还有麻辣王子，我已经吃2包了。行，我来一个啊。哎，还有，再给你一个。这刘姐推荐啥？这个冷吃猪脆骨，就是你们之前测过的那个。哦，对，这个真的好吃，麻麻辣辣的，关键还便宜啊。啊，这个你不吃了吧？哎，我帮你解决。哎，顺手牵羊，刘姐零食。我刚才没大户啊。嚯，这么多！香烤鸡胸肉就好吃。还有这个秘制猪排味也非常好吃。你好会吃啊，全是我喜欢的，我拿走了啊。谢谢。三款来自中国天南地北各有千秋的超级无敌下饭酱。首先是广东彭盛橄榄菜，我一个重度吃辣爱好者都被他当场俘获，这味道太鲜太上头了啊，一个字鲜。配米饭，配白粥，配馒头，就没有不好吃的。早知道有这么个宝藏，我也不至于吃老干妈吃到吐了。接下来，来自四川眉山的吉祥居爆下饭系列，酱如其名，有了它，家里就没有剩过米饭，毫不夸张，根本不够炫啊！最推荐香菇竹笋牛肉酱，爱吃辣的一定要买中辣。最后，来自咱们山东的虎帮牛肉辣酱，某次外卖商家送了一小包，从此就无法自拔了，是真的有牛肉在里面，咸香咸香的，和米饭炒饭都很搭，这种小包装一次一包刚刚好，强烈建议其他厂家学习。